纪念舞剑同志的活动大致调整是这样，刘主任，你先回去具体安排一下，查漏补缺。还有那两个省里来的记者要接待好。这回座谈会是咱们全县的大事儿，千万不能再出岔了。放心吧，副书记，我都记好了，我会安排好的。春燕，这次也交给你个任务。武健的母亲，我已经派人把她接过来了。你回去给她写几句发言词儿，盯着她，让她背熟，到时候让她在会上说。好，副书记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既然武健的母亲要在座谈会上发言，那她的爱人要不要讲两句啊？什么？武健有爱人？我跟您汇报过呀，省城的。他们一起下乡，哦，刚生完孩子，现在啊就在春燕家住着呢，对吧？哎呀，想起来，不行不行，万万的不行啊！啊，是这样的，少副书记，他们两个人呢是在贵州高原这种特殊环境下相爱的，他们的爱情是经历过考验的。还是领导考虑的周到，武健是什么人呢？是英雄，这不是往英雄脸上抹黑吗？那英雄也是人呢。人就有七情六欲，春燕，你怎么总唱反调啊？你别忘了，你以后要在组织内工作，那组织上已经决定了，胡美凤不能参加武健同志的座谈会，就要保密，就要执行，明白吗？春燕，这点刘主任比你考虑的成熟多了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多向刘主任学习。老苏，人呢？老苏，这儿呢。哟，瞧，让你买的东西怎么样了？瞧瞧，都在这儿了，看看吧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就这点奶粉啊，我在省城都多待了两天，啊，不好买。我是特意托人从内部给你搞出来的，特供的，你看看。要不说你行吗？啊。我们家小春天这口粮是够了啊！哎，多少钱？钱咱就不说啊。老苏，我怎么觉得你以前对拍照是挺感兴趣的，怎么现在一弄上孩子，就什么事儿都不管了？哎呀，带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。不是那小胡他哥哥不是过两天说来接他吗？怎么没信儿了？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我估摸着可能家里的事儿还没处理好，这事儿我又不好催。你说这边呢得带孩子，这边呢还得看照相馆儿，所以只能说照相馆的事儿先放一放。不是，你生意的事儿可以放一放，但是那刘主任的事儿你也准备放一放？你怎么又提他呢？你这是。觉得人条件挺好的，对你又不错，你要再放一放的话，这事儿就吹了呀。不是，俺俩吹不吹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这么回事，我呢，我想让刘主任给我重新起个照，鸡我真是卖不动了，我这想换个别的事儿呗。卖个鸭？哎，鸭也不行。我说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无利不起早啊。行了，来吧，拿钱儿走人。走开。事儿你得想想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奶粉以后别找。哎哎，钱儿啊，先收着吧。你给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没事，你看你刚下班，你歇着吧，还是我来。不用，我来吧。那个没事啊，春月啊，你不是总跟我说让我别在屋里闲着吗？这样对恢复身体有帮助的。那不是以前说的吗？那现在又怎么了？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，怕我知道武静的消息伤心，怕我有什么闪失。春月啊，你太紧张了，我不会有什么闪失的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武健一定不会有事儿的，你们是不了解他，他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强的呀，超出了你们的想象。
我们刚到黔灵山的时候，那儿又缺水又缺粮，连衣服被子都不够。那么恶劣的情况下，他都没有出事儿。我们林场又是水灾火灾，他也没有事儿啊。那不可能，我们一年没见他就出事儿了吧？啊，没事的啊，你去歇着吧。去啊。越说他没事儿，就越是有事儿。跟你们打个比方啊，可能不恰当，就跟那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样，越是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人，内心越是汹涌澎湃。这种人最难搞，我见多了。刘阿姨，您说的太对了。玉，我怎么说来着？像这样人，我压根都猜不透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。你说他太可怕了，这也当初就不该把他留下来。哎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你们呀，多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。真就是轮班盯着他，特别是我爸，现在连觉都不够睡了。怪谁呀？自讨苦吃不是吗？送又送不走。今天找你们来，还真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啊，县里面呢，最近要给武健搞一个大型的座谈会，我希望你们配合一下我的工作。刘阿姨，您想让我们怎么配合呀？很简单，盯着洪美凤，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个消息。县领导再三强调，千万不能让胡美凤破坏了武健的英雄形象。不是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那个刘主任，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。您要是不想让胡美凤知道，那不告诉我们不就行了吗？让我们盯着她就好了呀。我是让你们盯着胡美凤吗？那让我们盯着谁啊？我是让你们盯着春燕儿。春燕儿。春燕也知道这些事儿，她和胡美凤的关系咱们都知道的，万一走漏了风声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现在可是春燕是否能转正的关键时刻，你们懂了吧？懂了。爸，咱这月开支有点大啊。哎呀，养孩子嘛，不都得花钱儿吗？实在不行啊，从存折上取点吧。咱别总花老本啊！再说了，那钱不是给春兰以后上大学用的吗？哎，这个以后再说吧。啊，先把眼巴钱的事儿先弄了。爸，姐，来，人人有份啊！这个是给美凤姐。还有小春天呢，老姐，这个给您买的，懂事儿啊！你不老说腰不好吗？先买个护腰的。谢谢啊，爸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袜子，你那些旧的啊，别再补了，赶紧扔了。哎哎，你买这些东西哪来这么多钱儿？哟，你还不知道呢吗？啊，是我帮你说呢，还是你自己说呢？我说，我说，爸，这些呢都是拿我人生第一笔工。不是有那么首歌吗？
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，哎，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喽，哎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比明天。做饭了，哎，姐，你赶紧来试一下啊。那个，问你个事儿啊，啊，过两天你们机关是不是要给武健开座谈会啊？是不是刘翠兰告诉你的？哎呦，你别一口一个刘翠兰，刘翠兰的，那人家刘主任也是为你好，好吗？再说了，那退一步说，那不也是为了那谁好吗？非得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啊？这刘翠兰这人，她就为了自己工作好，怕别人影响她前程。你就不怕耽误你的前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想转正，把嘴给我闭上，听见没？哦，谢谢啊。师傅，哟，小马，送信呢？都几点了还送信？我都已经送完一圈，准备回邮局吃饭了。哎，苏师傅，您这最近开张可够晚的，您看看，都快11点了。哎呀，是，昨天后半夜才睡。哟，那您可得注意身体。苏师傅，您家的事儿啊，我都听说了，这街上呀，飞短流长的。说什么的都有，可是我不相信您是那样的人。您呀，就是心眼好。但是我劝您一句，善归善，把身体搭进去可不值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苏师傅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坐好啊。哎，苏师傅再见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你怎么能洗衣服呢？这这这，没事没事，苏师傅，你看我最近啊又吃得好睡得好，我都胖了，没事的，就当我这活动活动。不是不是，你这刚坐完月子，不能着凉啊，岁数大了容易生病。这都是中国的传统说法，那人家国外人生完孩子就喝凉水，那也没事啊。两码事儿啊，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不是一个品种啊。再说了，哎呀。怎么还有我的衣服呢？你脱脱脱这个来，你这这这这这，我行了，苏师傅，你别跟我抢了，你太见外了。我自从生完春天以后，你什么活都不让我干。我知道这是你为我好，可是再这么下去，我不得月子病，那也能憋出病来呢。那万一？没有万一，我一大活人又不是纸糊的，没事的。要不这样，我一会儿啊烧壶热水，用热水洗总行了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啊，记住了，千万别用凉。知道了，苏师傅，您真啰嗦。哎，苏师傅，你把这鞋拿去吧，给你擦好了。哎呀，小鞋儿锃亮，镜子一样啊。那当然。哎呀，小鞋儿锃亮，镜子一样啊。王师傅啊，嗯，去写功课吧。就是要写功课。那你还能干嘛呀？吃完没？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哎，美峰吃完了吧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不用，你都照顾孩子一天了，歇会儿。没事儿，你看你们一家人对我这么好，就让我没关系的。哎，春月啊，我一直想感谢你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还救了小春天，真的，我特别感谢你。爸，没事儿，不要。哎呀！你怎么又喝多了？我高兴啊！我每天我想着我们家这小春天的时候，我就高兴。我一高兴，我当然就喝高了。人对了，外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满身酒气，你离孩子远一点，对孩子不好。哎呦，你站稳了行吗？天天喝酒。哎，我说美凤同志，以后别老是那么见外。你呀，你是。
身上的血，那流的都是他们姐仨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喝多了。我知道，我在医院的时候是他们是给我输的血，所以别老是谢谢的，这就见外了。告诉你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啊。哎，再说了，我是外边来的，你也是外边来的，都不重要了啊。哎，你看看我媳妇了吗？哎，你看她这个哥哥这个长相啊。哎呦，你喝多了，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？说什么呢？还害臊了，你是我媳妇儿。她要是能再给我生一个像小春天这样的小丫头，哎呦，那太美死我了。谁让你生啊？谁想要一个酒鬼当爹？听见了吧？臭丫头穷，怎么跟你姐夫说话了呢？你快说你姐！哎呀，行了，燕儿，让他睡会儿吧。睡着了，对，不用管他。那个美凤，哎，你看，也就咱们仨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女人之间也好说话。你看哈，这孩子也生了，身体也恢复好了。春雨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你接下来要问我什么，你就是想说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，对吧？哎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可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。自从武健那个消息出来以后，你们就一直担心我，怕我不正常，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的，怕我出事儿，对不对，春燕？没事儿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儿的，因为我压根就不相信武健那个事是真的。可是你听我说完啊，即便那个消息是县政府出来的，我也不相信，因为没有证据啊。和这些没有证据的消息相比，我更相信我的直觉。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回尹龙河林场。他一定还在那儿，即便他不在那儿，我也要找到他不在的证据。美凤姐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听劝？我就在县政府上班呢，那过来，春燕，你去看看那个水烧开了没有？啊？去啊！哦，还看这孩子做事情毛手毛脚的。那个美凤，你帮我看这海参了。烧水了，姐，哪儿烧水了？疯了吧你！你刚过两天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说过两天那县委给武健开一座谈会的事儿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没看见他那样，急着要去找人呢。贵州农场条件那么差，他刚坐完月子怎么去啊？你还想不想转正了啊？大学白读了吧你？你还想不想当播音员了？哦，你以为你告诉他武健要开座谈会的事儿，他就不去贵州了？你阻止得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保护好你自己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，别管那么多，听见没？燕儿啊，给姐夫倒口水，姐夫渴死了。那我跟你说，那个武健座谈会的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。那个武健他死了，这事情搁谁身上？
下面请副书记发言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武健同志的座谈会。武健同志是我县走出的优秀青年，他胸怀坦荡，求实务真，宽厚待人，勤奋进取，顾全大局，英勇无畏的优秀品格让所有与之相识的人历历在目。在各项工作中他表现优异，他积极支持并参加各项活动，积极热情地融入劳动人民当中，在各项工作中表现优异。这样的，吴大妈，一会儿呢进了会场，您啊就按照我给您写的这稿子念啊，我都写得很清楚了，一会儿记得千万别念错了啊。您拿着，您拿着啊，咱们这边走，来这里边。同志们，咱们有请英雄的母亲。吴妈妈，请你给大家说两句。我是武健的母亲。刚才啊，上台前，县里同志给了我一大篇稿子，让我照着念。我没文化，眼睛又花，看着这稿子就是个睁眼瞎呀。我这照着念那不是瞎念吗？你们大家要同意呀，我今天就不照着稿子念了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儿子武健他没死。黄秘书，黄秘书，快扶吴妈妈休息，快去。他不是什么英雄。吴大妈，快点起开。黄秘书，快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母子连着心呐，我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死不死我知道。武大妈，我儿子没死。同志们，我知道我儿子没死。武大妈，大家静一下，静一下，听我说。看来武妈妈接受不了武健同志牺牲的事实，舐犊之情让人感动。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，让我们更加惋惜这位英雄的离去。武健肯定还活着。我和武健同志是知心战友，他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你们有没有证据？保卫科，请这位武健同志的战友离场。等等，
各位同志，我跟武健同志在贵州高原是同一个林场、同一个支部，我们共同工作将近十年。我离开贵州高原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，还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。这才多久，他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你们凭什么说他死了？证据在哪儿？不要拍了！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大家听我说两句。既然这位女同志说是武健同志的战友，那我来给她解释两句。我们这里有上级下发的红头文件，也有武健同志的死亡证明书。武健同志确实是牺牲了，我们也万分的悲痛和十分的遗憾。就凭几份文件、几张纸，就说他已经死了？你当时有谁在现场？又有谁亲眼看到了他的遗体？什么都没有看见，那就是口说无凭，无凭无据。你们怎么能给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判定死亡呢？是啊，是不是没看到？是啊，大家安静，安静，大家听我说，安静，一等一等，安静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座谈会是咱们县的头等大事，是脸面。这全让你们给我砸了，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副书记，春雅是我带到机关实习的，这件事情我没有监督好，请上级批评。刘主任，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苏春燕，错误可以犯，但是态度要端正。老太太的讲话稿是你负责的，你怎么监督她的？让她在座谈会上胡说八道。那稿子是按照您的要求写的，您审过了。再说了，我老太太答应按照稿子念，那现场变卦我有什么办法啊？你这叫狡辩。那我问你，胡美凤呢？她怎么来了？她怎么知道咱们座谈会的时间和地点？你是说是我让她来的？她住在你家，你没告诉她，谁告诉她呀？春燕，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，平时你不听我的也就算了，这件事儿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？少副书记，他血口喷人。行了行了，你俩都别说了。这两天广播都给我先停两天，你俩都给我停职反省。你说这美凤她怎么就会去闹会场了呢？拦住他，这事儿我不也刚知道吗？春玉啊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哎呀，我不是觉得人越少知道越好吗？越不容易走漏风声啊。那他还不是知道了？你们两个就是这样，什么事儿都私底下嘀嘀咕咕，有什么事儿不能摊桌面上说明白呢？那要早让爸知道他拦住美凤姐，至于这样吗？画蛇添足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不是为你好啊，你为我好。你知不知道我广播站的工作停了？什么时候恢复还不知道呢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那刘主任呢？你别跟我提刘翠兰，那把责任全推我身上。都说机关负责，总算见识到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提人刘主任了啊！有什么问题要从自身上找原因。春燕，我刚刚在外面全听到了，我今天是不是影响你工作了？影响就算了。不过美凤姐，我就问您一件事，谁告诉你的？说实话，这件事情你就不应该瞒我。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单位，领导也器重，结果一座谈会，你说把这到手的工作都弄黄了。就黄了呢，又没被开除。没被开除就不算黄了？我问你，这领导喜欢和不喜欢一样吗？
这正式工和临时工一样吗？这不得了。这接下来要转正了，给你个临时工，你说你干还是不干？哎呦，这不干吧没得吃，你这干吧，这正式工和临时工的这个福利待遇那天壤之别呀。您就燕儿那脾气，你觉得他忍得了吗？哎呀，肯定忍不了，是吧？但那怎么办呢？这事儿都让他摊上了。真是越琢磨越来气。依我说啊，这事儿啊，就怪那胡美凤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小点声，她就在楼下呢。那怎么了？听见怎么了？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。哎呀，行了。哎呀，不要。那你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啊，咱们主要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行。怎么解决啊？座谈会这种事儿，胡美凤她是怎么知道的？就是，你说这是哪个缺心眼的跟她说的呀？太缺心眼了。哎，爸。爸，那个，您找一个时间拎点东西。去看看人家刘主任呗，啊！啊！告诉你啊，要去你们去啊，别什么事都让我出面。哎呦，这事儿我们怎么好去啊？那必须得您去啊！你说那刘主任不是春燕的顶头上司吗？这关您怕是绕不过去了吧？不许去！爸，你要是去给他送礼，我就不干了。嘿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那没有人家刘主任，你能进广播站啊？是吧，爸？哈，哎，你别动不动就提这个啊！广播站他们家开的，我的工作那是我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。就算他是我领导，想要找我麻烦，看我不顺眼，我不伺候了行不行？哎，小姑奶奶，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？不就是去给领导送个礼吗？又不是让你去送，那是让咱爸去送。哎，就是，咱爸跟刘主任什么交情啊？啊，说不成哪天刘主任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嗯，什么一家人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张嘴胡咧咧。燕儿啊，你呢年龄也不小了啊。这个有些事儿呢，也该自个儿出面了啊。比方说工作上的事儿啊，是吧？进步上的事儿啊，别让老爸出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妈死得早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我啊，我是又买菜又买粮又当爹又当娘啊。哎呦，行，你们该忙去吧，忙去。爸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那我上班去了啊，包给我。哎，爸，您那个考虑啊。哎，愁死了。爸，你站这干什么呀？啊，你盼我早死啊？啊，站这给我开追悼会似的，走。刘主任，广播室里的东西
我都整理好了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回来，春燕啊，广播站停播这段日子呢，你好好反省一下自己。没事，擦擦桌子，扫扫地啊。春燕啊。听说啊，他爸给他捡回来的女的，给他再生孩子，也不知道女孩还是男孩。哎，春兰，干什么去啊？打球啊？哎呀，别打了，回家给你弟喂奶吧，啊。哎呀！哟，苏玉德，苏大夫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这谁招惹你了？少在这跟我臭贫啊！万生，你可以啊！你这上班没精打采的。你洗尿布洗的挺带劲的嘛，啊，小点声好吗？我乐意。别说洗尿布了，我就看到小春天的小脸蛋儿，你让我把心掏给他，我都乐意。行，您乐意吧啊。哎，春来。哎，春来，今天怎么下课那么早啊？嘿，我跟你说话呢。这亮的，不知道挪个地儿啊。